说，这衬衫是睡衣吧？这衬衫是那一种，就是你知道正宫小三剧的时候里面会出现方面舒服的那一种。这一件它的料子，我跟你讲，它不是衬衫料子。我手滑，你很不快，会滑倒的那一种哎、欸，它有透吗？透哦，你觉得白色？我觉得会，我觉得白色透，但蓝色不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蓝色好像还好。哎、欸，这有开叉、欸，小开叉。哎、欸，这件我喜欢哎、欸，这件好看哎、欸，喜欢。而且它的那个扣子也是这种琥珀扣。颜色我现在穿的呢是蓝色，它还有白色、咖色、灰色、黄色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如果是小麦鸡可以去啊，我也推这两个色哎、欸。而且我今年超爱这个颜色。然后你到秋冬，这个衬衫你还可以套那种针织背心。对，你还可以搭，我等一下背心就是要搭洋装，还可以搭洋装来，我们等一下黄色搭洋装给你们看，看它也可以当罩衫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搭也很好看呢、欸，现在年轻人都这样穿。